2019年以来，我们组织开展的监测工作显示，我们国家安检设备总体上具有良好的防护，绝大多数使用单位按照标准要求进行维护检修和放射防护日常检测，安检不会构成对公众的健康风险。但是你安检的时候，你携带的食品和水通过安检仪也不会有任何放射性的危险。但是要注意呢，不要把手伸到那个铅帘里面去，因为里面毕竟有一些剂量，公众也不需要进行任何特殊的防护。